要求，因为白天的比赛呢，贵宾都还没有进来，但是现在时间已经慢慢到了，我们很多贵宾已经陆续的进场。我们现在要求你，如果你不是贵宾桌的 VIP， 如果你不是贵宾桌的 VIP， 我们要求你现在离开那个座位。哦，万一我们贵宾进来的话，他就找不到位置，因为今天 VIP 桌通通已经卖完了。所以如果你不是持有者，票券的持有者，希望你可以离开现场的座位，感谢。Security, check, check, check.Thank you.
Thank you, Carlos. We now come to the event number 16.